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圆的参数是这个，那么我们看第一小题，第一小题它圆心多少？圆心就是二啊跟负一啊，二负一，然后呢半径，半径 r 哈，就是这个三的，三，然后标准式，标准式的话把它移过来平方，移过来平方以后加起来。就是半径的平方 ，x 减二的平方加上 y 加一的平方，等于三的平方是九。